好酷，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把这儿都给他看烂了。哎，鹏鹏可以教一下，因为演员经常演戏的时候经常跟不同的演员对视，对吧？我给你来演好不好，比如说你跟别人对视的时候，一般哪有这种情况的对视啊，走这么近啊。怎么没有啊？你的意思啊，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这么远的吗？就是这么远、啊、这么远也比如说我们俩见面了，他跟别人对视方法，要嗨要你上最近好久不见呢、啊哎、好久不见、哎、兄弟最近好不好，也没有那么远，但那么近的时候就一般都不会看了吧。啊，会啊。为什么？你们先示范吧，真是的。不是，就是很。我平时跟别人聊天喜欢这样的，哎呦，于畅，啊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哦，最近好久不见啊。怎么这么近啊？好吓人哦。最近好不好啊？不好吗？这样会不会尴尬？你觉得？你觉得不会尴尬？这个连我们都尴尬了。我教你一种，我们又可以保持这种距离，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对方，又给别人尊重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斜眼对视，好不好？好，三二一，走。哎，于畅，你有毛病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不错啊，最近挺好的啊，最近过得都挺好。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刚杀青啊，祝你开心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还有一种方法啊，就是旋转对视，知道没有？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于畅啊，好久没见你，很想你啊！哎，最近过得好？哎，哦，还可以再下，哎，再下，于畅，哎，那我们下次见了。对对对，再见再见。你们在干嘛？我头好晕。哎，这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？这样子，你跟娜扎再对视一下。啊，哇。哇、哦！一来就这么，哦，完了！我本来就不敢，现在更不敢了。你一上来对着男生就是，没有必要了。好，你们俩准备啊！你们一气呵成，先从距离近，好吧？或者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就想我真的很帅，很帅。什么意思？他就会自信。我觉得他不敢对视，是因为他不够自信。来吧，不要让你先那个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对视挑战。哇！哇！哎，他一定在看他的这儿。没有，我这次真的看眼睛了。心跳好快，好，克服了一些，有进步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什么继续啊？还有什么？来，欧啊，转转旋转，对。等一下，给我三秒钟的时间。好，来三，二。一开始旋转，嗨，自信点儿 man， 自信点儿 man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，站一起，站一起，你要打他呀，站一起。二转呢？救命啊！我打开了吗？我汗都流出来了。站一起不是你的位置。好的。言琪，那你谈恋爱怎么办呀？对，我刚也想这个问题，就是尽量的避免啊，尽量避免谈恋爱，是尽量避免看别人，不是尽量避免看到眼睛。那你知道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吗？你在哪儿，宝贝？宝贝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哪有啊，我只是不看眼睛，不是看不到人啊。什么情况啊？也是也是。问一下鹏鹏好了，因为鹏鹏在一人之下里面有
挺与众不同的演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还行。怎么做的清场了？还是说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、就第一天喊人更多，都来拍了中场戏，人越多我越嗨。这禁制杀也是快失传的艺术，我们大家只是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而已啊。近距离观察，那就让你们开开眼，走你。其实没有了，导演对我们演员还是有保护的。怎么克服的呢？当时喝一点嘛，因为确实是名场面，还是得还原。嗯，想看这个名场面，可以到优酷看我们的《一人之下》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我个人是有一个工作上的羞耻，嗯，就叫做数据羞耻。就我自己啊，发一些视频，点赞量低，我没事儿。但是我很怕什么呢？我找人帮我。一起合拍视频，嗯，应该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，然后基友一放上去，发现过了15分钟，点赞还是300多个，我的内心就开始羞耻，因为内心想的是自己合拍好歹要比平时再多一点点，对，因为好歹我也是艺人，出道这么多年了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，后来我就开始买流量，买豆荚，真的，我自己购买，哎，你。我给陈卓璇也买过啊，不是你怎么买了还那么点儿啊？完了，刘伟买少了。不是，因为买这种流量是有技术的，我通常会先花100块钱试水，看能推波助澜到哪个位置。这么专业啊！我跟陈卓璇合拍那个视频我就买了，但是你的投资很小，只花了100。所以那个视频有多少点赞啊？我跟你讲，平常我的点赞量就是，真的要这样说吗？很羞辱啊。比如说平时是100，那条是多少？那条是10。10倍。你这不是羞耻，你这是羞辱了，有点。我确实买了，但是你们回去看那个视频，我是跳的是哈，就还是很活力的，陈卓璇。就是很敷衍你是吧？有没有找过自己的问题啊？还怪我？那这样我们现场你们跳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是谁的问题。好，真的假的？看吧，正好帮你打歌。好，好，来3、2、1，当女团舞遇见藏起我。你不知道是我。我已经滑手了。来过。你怎么还不来？我走，我都看不到你们跳舞。当女团舞遇到，我会长按，不感兴趣。以后不要再推送给我这种东西，减少类似推送，举报。即使你这条，说实话很想删掉，是不是？我好想删，因为数据不好不好看，但是呢。好伤人呐、啊！但是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我又不好意思删。我非常理解卓璇，非常理解，因为我也是这种人。也删，他也删过一条跟我合拍的视频。哎，那会不会真的是你的问题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来看。但是我也有买这种流量成功的。有一个朋友就是赞美我，他自己发的，就说刘伟有多好。然后当时我扫到了点赞280个，你给别人夸你的头钱啊？夸我的头钱，变态啊！因为我觉得让全世界看到刘伟有多好，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打比方，如果他夸薛之谦，那点赞肯定会很高；他夸杨迪，肯定点赞很高。